王雷按耐不住心情澎湃的表示，飞机起飞后可以使用手机了，耶、yeah, 这是在逼我自拍呀。没想到帅雷雷去年年底因为爱女的出生才消停了一阵子，现在却又因为坐飞机导致自拍瘾发作，不少网友表示瘾很重。自从有了娃之后，阎王孙红雷时不时的晒娃，让网友们少遭阎王的视觉冲击，还得了个宠女奶爸的美称，对爱女的喜爱之情完全不加掩饰，对待自己的作品都没怎么上心，这让不少影迷心生醋意。不过在今天的自拍照中，网友从孙红雷的墨镜反光中发现了爱女的小鞋子，孙红雷看似自拍本性不改，实则是暗戳戳的晒出了自己带女儿出去玩的消息。孙红雷最近除了黄渤导演的电影以外，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作品在赶了，而是把自己对影视上的爱全部奉献给老婆孩子。虽然这张自拍还是一如既往让网友们嫌弃，但是其中蕴含的温馨免不了给广大网友们塞了一嘴狗粮。不过这种另类的晒娃方式可真是在娱乐圈中非常罕见。